朱学恒，然后他现在等于说被爆出来说可能过去有性骚就是钟佩君议员，那现在没想到看到民进党性平部还先跑去这个钟佩君议员的脸书底下留言哦，就被网友轰翻说你怎么不先管好你自己的党，之前你们自己党内有性骚的时候怎么都不讲话，那现在这个没有谴责性骚就跑来这样蹭，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民进党眼中这所谓的性平案件恐怕不是被当成性平处理，而是被当成政治事件来处理。第一个，我觉得民进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强烈男性沙文主义的政党，你看它的历史啊，那发生这么多事情，它党内的申诉管道几乎是阻塞的啊，甚至呢还来压制啊，叫你大事化小啊，不要讲啊，去叫大喊就好啊，跳车就好啊，等等，这简直你很难想象。那也很少看到这个以前支持民进党这些妇女团体出来讲话，几乎都看不到。那当这个性平委会跑到钟佩君留言，当然很好笑。你自己党里面那么多事情，现在建立欣喜，哇，赶快跑到钟佩君这里来，你真的好好检讨你自己了，免得这个丢人现眼，徒闹笑话而已。我在第一时间啊，看到钟佩君议员也是我过去的同事发文啊，第一时间我当然觉得非常震惊啊，就是怎么会发生在佩君身上。那第二件呢，就是我觉得很为他觉得他真的非常勇敢哈、啊，那么愿意把他的遭遇哦、啊，然后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身为一位女性，还有身为他的同事啊。我完完全全的支持他，而且我也支持现在所有在不同领域不同角落的女性哈，或者是男性的朋友，只要你有经遭受到性骚，然后你觉得你应该勇敢的说出来，我们都很支持啊，勇敢的站出来。那我想佩君这件事情，因为之前我是没有听说，而且刚刚好昨天在中午的时候我还上他的直播啊，他在雅虎有一个节目嘛，然后礼拜一会播出。那当时他还在跟我谈这个有关于性骚的事情啊，那时候我真的还不晓得有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到了这个晚上看到钟佩君他的这个说明啊，我100%的支持他，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勇敢。嗯，这是对于朱学恒的部分，因为他是以断片的完全不记得来做一个解释。我认为啊，以喝酒断片来做解释啊，完全不合道理哦、啊。那么你也可以看到网络上，比如说我们很痛恨酒驾，对不对？那你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喝酒喝断片了，然后我酒驾或者我酒驾肇事。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看到朱学恒在第一时间呢、啊，他承认，他也跟那个钟佩君还有跟社会大众道歉啊。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以断片来说，
来解释他会有这样的行为啊，我个人是不接受啦哈。那但是我觉得朱学恒现在他承认错误，然后也跟佩君还有跟社会大众道歉。那我觉得以现阶段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被害人也就是佩君他愿意接受他的道歉，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是怎么看这个佩君的发文，然后他确定他不是唯一一个受害者？对，我有看到，但是对不起，因为我并没有封文其他的受害者，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说有其他的受害者哦，也愿意勇敢的说出来，我们也一样100%的支持他。因为其实你今天是第一个是国民党的立委对这件事情发表评论的人，然后其实啊真的对不会吧？因为那你怎么看说党内其实很多人可能因为过去跟朱学恒关系都有上直播关系不错，那可能对这件事上就不太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佩君他昨天的脸书下面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我也看到很多的议员，甚至其他县市的议员，包含我如果没有记错吧，包含那个中国国民党还有青年部都有去留言支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第一个毋庸置疑，我们100%的支持钟佩君啊。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也无关乎党籍或者是说你的颜色，我们有讲过性骚的行为它应该被谴责，是不分政党不分蓝绿不分颜色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政党之分。那当然像我个人是也有跟朱学恒一起上节目啊，那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跟他没有私交啦，有没有跟他一起吃饭，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我觉得身为女性社会大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想也可以看到朱学恒在第一时间啊他承认他道歉，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有的态度。我因为昨天民进党的性平部落去中佩君的脸书底下留言声援，但是被网友公开说自己的党没有先管好，那之前对党内的性骚案件都没有声音，现在却出来蹭，所以有人认为说民进党是不是这件事情在民进党眼中恐怕不只是性平事件，是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处理。我希望啊，所有这次性骚事件呢，大家的这个论述也好，或者是你的支持也好，都应该是出自于对于性平尊重的一个原则。那么对民进党来说，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台北市政府要求他做的报告到现在也没有提出吧，应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希望民进党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把他对于自己党内有没有吃案谁吃案应该要赶快的公诸于世，这才比较重要，否则的话你现在去声援任何人大家都会反问你，那然后呢民进党你对于你内部的吃案的处置到现在为止都是黑箱作业，是没有办法让社会大众接受。